天光绪十一七八这年水劫流行霍乱瘟疫哈，啊祈求万圣帝君解灾难，然后只是要放鞭炮，在元宵夜令周仓将军为天子，一边神教殿后，众善信大夫随神教一路燃放鞭炮，绕境大街小巷到天明啊。当邪魔一扫而去，报告子孙。每年年都沿袭王历，请请关圣帝君元宵夜出巡。这从当初单纯的燃放鞭炮、废片的轰炮炮串等活动，奠定今日元水演进驰名的民俗特色，媲美巴西闻名世界嘉年华会后。元宵夜，元水各商户随着神教绕街燃放。释放轰炮时，整个元水古镇漫天震响，据说到隔天凌晨三点呢，绕境才完才结束了。夜色中，天空五光十色，声光千变万化，蔚为奇观。元水轰炮已经台湾县政府于1997年6月27日文字字第09701412109号公告登录元水轰炮为限定民俗活动，经内政部2013年12月2日。河内密我们林志第10203534164号入线，为台湾宗教白卷，中华民国102年12月2号入线的台湾宗教白卷，第预计交通部观光局103年9月10日关于至第10350016024号获选，104年到107年台湾光年历，台湾观光良年历，台湾观光年历，国际级民俗活动，台湾庆元宵元水轰炮。今年107年，公元2018年了。正前方看到那个是南榕科技大学，南榕科技大学。